重视人生，成就生命。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未来。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老莱子，春秋晚期著名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之一，楚国人。老年时隐居楚国蒙山，侍养父母，戏彩娱亲，烂漫天真，可谓用心良苦，堪称以独特之法孝亲的典范。娘，舒服吗？舒服。哈，咱儿子的手法最贴心了。要是没这按摩，咱们哪能活到这么大岁数？爹娘可取笑孩儿了。爹娘，喝口茶吧。哎，好。老伴儿啊，你还记得咱俩多大岁数不？你又在逗我了，儿子的头发都花白了，咱俩加起来可都有180岁了。爹娘，过不了2个月，您二老的90寿诞就到了，到时候儿子一定要好好的给二老办个双九寿宴。快别了，我俩90，你也有70了。那怎么行呢？在爹娘面前，我永远都是孩子。孩子哪有不给爹娘庆祝寿宴之礼呢？哎，才坐这么一会儿就累了。娘，走，我扶您和爹回屋歇着吧。来子，我知道你是想让爹娘高兴，可是你也得面对现实啊。老伴儿，你的意思是？哎，你看看你自己，你也是年逾古稀的人了，有时候你照顾自己都困难了，咱们就别折腾了好吗？哦，你说的是给爹娘庆寿的事啊。老伴儿啊，礼记有云，恒言不称老，子女再老，在父母面前永远都是孩子。咱们再怎么样，在父母面前都不能提自己老了。我明白，可是你……好了，老伴儿，放心吧，咱身子骨还硬朗得很，没问题的啊。哎，老伴儿，你哪儿不舒服啊？腰吧，刚才可能吹了点凉风。那是后背，看你这眼神儿。可不，这不服老不行啊。爹娘，爹，哎，娘，你们看，药调好了。人老了，腰疼腿疼很正常，调什么药呢？儿子，你调的什么药啊？爹娘，这是儿子亲自调的延缓衰老、舒筋活络的养生药膏，敷在身上啊，可舒服了。是啊，爹娘，
莱子调了好几天呢。您看，莱子不是筋骨挺灵活的？莱子总是这么会养生，隔三差五就想个养生的法子。娘，您这药啊是受了点凉，我给您贴上，再帮您按摩一下，过两天准好。好。爹娘，您二老啊就天天享清福吧，大病小病儿子手到擒来，我就是您二老身边随时随地的贴身大夫。你真会说笑。娘，您还像我小时候那样喜欢摸儿子的头？儿子，你的头发都花白了。娘，没事儿，头发白了，可咱身体棒棒的，照样能像年轻时照顾您二老。娘知道你嘴甜，可娘也知道这么多年来你受了不少累。娘看着你这头发都不忍心呢。娘，您看，那些神仙不是个个鹤发童颜的，比咱头发都白，还不是照样腾云驾雾？人家是神仙，你是吗？咱的身体比同龄人都好上不知多少倍呢，咱是现世的活神仙呀。这孩子总是这么神气活现的逗人笑。不过你也要多注意歇息，别让爹娘担心呢。哎，您二老放心吧。睡前给爹娘喝点安神的羹汤。虽说莱子总是心性开朗，可也毕竟老了，咱俩更没多少年头了。哎，长寿是好事儿，可活得太长了，也拖累儿女呀。可不是，动不动就腰酸背疼，什么事都做不了，活着也怪枯燥的。爹娘，90可是喜寿，70古来稀，90纵观古往更是罕见。但大限也终要来临的。娘，您别这么说。爹娘知道你是安慰我们，连你都老了，爹娘在世的日子恐怕也不长了。人到了这个岁数，需要的是平静地面对自己的生命。是啊，90大寿也不要折腾了，你保养好自己的身体，爹娘就放心了。爹娘，爹娘，都是儿子说错了话，让爹娘担心了。莱子，别想太多了，爹娘只是一时心情低落，咱们呢再多逗老人笑笑，分散一下注意力，过几天说不定就好了。好，回头啊我再想想其他更有趣的办法给爹娘宽心。爹娘，这是早上刚摘的鲜果，可甜了，您二老吃了保准心里甜滋滋的。辛苦你了，孩子。这孩子总是闲不住啊。有人吗？请问有人在吗？哎，你是？爷爷您好，我来这山里玩，可是我口渴了，请问能讨口水喝吗？好啊，来吧，进来吧。莱子啊，是谁呀？爹，是个路过的孩子来讨杯水喝。哦，咦，这儿还有两位爷爷奶奶。哦，老爷爷老奶奶好。好好。来，奶奶看看你。好的。哎呀，这孩子真是乖巧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呀？晚辈叫秦儿，家就住在山脚下，我和爷爷住在一起。
你常常到山里玩吗？也不是，因为我要在家里照顾爷爷，只是因为今天爷爷给我做了个新毽子，您看，所以爷爷让我到山里好好玩玩。真漂亮，你爷爷真是手巧。孩子，你能给爷爷奶奶踢一个看看吗？好啊。好，哎呦，真好，好，天哪，爹娘最近从没这么高兴过。老伴儿啊，你看这孩子多像咱来自小时候的小模样啊。像。我小时候啊，看来爹娘是想念我小时候的样子了。如果我再能回到小时候，爹娘就能像现在一样开心。对了，我何不……孩子，喝水吧。谢谢爷爷。咱们禁锢着让孩子讨咱们欢心了，可把人家孩子渴坏了。老爷爷老奶奶再见。青儿多来玩啊。一定。青儿拿着。爷爷您太客气了，您给我水喝还给我这么多果子。爷爷感谢你还来不及呢，老爷爷老奶奶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爷爷，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你能教爷爷玩游戏吗？没问题，我明白，您是想让老爷爷老奶奶开心，对不对？青儿真聪明。爷爷，我要向您学习，您放心吧，我一有空，我就上山来找您。爷爷再见。年老父母真正需要的是心情好，我一定要给爹娘旧时时光的美好回忆。爷爷，我来了。爷爷您看。来子，你今天怎么和孩子玩耍上了，还玩得那么开心？告诉你啊，我有个大计划，关于爹娘的双九大寿。看你这两天也越来越像孩子了。麻烦老伴儿帮我缝一件五彩斑衣吧。那可是唱戏穿的衣服呀。我是要……你真是异想天开，可你要当心身体呀。来子，小心点儿。爹娘放心吧，你们看我像不像小时候？你看那鸟儿多好看。你看这来子跟小时候一样调皮。这几天我俩感觉好多了。是啊，来自这两天也不知怎么了，逗得人笑不停，跟他小时候一样，这心情一好一点也不难受了。可不，我觉得胃口也大为好转了。真的？那我这就给爹娘做点好吃的，你二老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
是啊，爹娘，九十大寿也得好好庆祝一下了。嗯，好，就听来子的，好好吃碗长寿面。回头啊，我给爹娘做碗九尺长的长寿面。嗯。这几天累坏了吧？没事儿，只要爹娘高兴，我就不觉得累。回头啊，给你做点好吃的，好好补补。好吃的留给爹娘吧。对了，还有你，你也要保养好身体呀。你身体要是不好了，还怎么照顾爹娘啊？哦，对了，那件斑衣缝好了吗？爹娘，赖子熬的安神汤感觉如何啊？好喝。昨天晚上喝了，果然睡得很香啊。天色不早了，爹娘早些歇息吧。奇怪，这几天都只见你一个人，来子好像没怎么见着啊。哎，他不会为咱俩给累病了吧？爹娘放心，来子身体可好了，只是他这几天一直在进行一个大计划，倒是想给爹娘啊一个惊喜。哦，这孩子还跟小时候一样调皮。那好，我们可就等着来子的惊喜了。爷爷奶奶，我来了。哦，是琴那儿啊。爷爷，看我给您带来了什么。哦，拨浪鼓。嗯，琴儿怎么好几天都没来了？我在家给爷爷帮忙来着。哦，琴儿真孝顺。爷爷年岁大了，上山挑水越来越困难，我很想帮爷爷挑水。你小小年纪挑得动吗？啊！所以我要上山锻炼身体，长力气，才能帮爷爷分担家务。琴儿真是孝顺呐！嘿嘿嘿，只有自己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照顾爷爷。嗯，琴儿说得真好。爷爷，您和我一起去锻炼身体吧。现在正好爷爷有空，爷爷和你呀，一起把身体锻炼得棒上加棒。嗯，来子，小心点，山路不平。放心吧，我不是一直说在父母面前横言不成老吗？那些滑稽动作，我现在觉得还是有点流于表面。真正的不老是拥有强健的体魄，让父母看到自己从内到外都有年轻的活力，才能真正给父母增添信心呢。啊，来子，你怎么挑上水了？快放下！老伴儿啊，如今我更是赛过活神仙了，这么多天的锻炼可不是白练的。来子，你疯了！啊，快放下！咱院里有水井，你挑什么水呀？儿子要给二老做寿面，必须得用山里的山泉水才行啊。我不管那么多，你赶快给我放下。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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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呀，儿子，你摔坏了没有啊？啊？爹娘，我没事儿，我跟二老开玩笑呢。你真没摔着？你真没事儿？真没事儿，只是一时说话分了心，不小心滑倒而已。爹娘，您说我是不是比年轻的小伙子还结实？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个孩子似的顽皮。吓坏我和你娘了，罚你好好给我们做碗长寿面。是，爹娘。爹娘，这是来自给您二老做的九尺长寿面，这可是完整的一根九尺长面呐，取意长长久久。来自呢？他呀？你二老往那边看。怎么跟唱戏似的？哎，这啊，这孩子搞什么名堂？哎，哎呀，请听大禹治水。
一心治水，两袖清风，三更即起，四季忙碌，五体忘寝，六亲难认，七事少顾，八方奔走，九州雨顺，实现和谐。这不是小时候教他的戏词吗？可不是嘛。哎，这身戏服啊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啊。武王伐纣灭殷商，西周定都号经上，分封制度定国策，天子统治有加强。娘，今天是您二老大喜的日子，您怎么哭了呢？娘高兴啊，咱们儿子赛过活神仙，娘也不觉得老了。是啊，我和你娘还能再活90年。儿子，我们也随你去山中散步，强健身体。老来子甘愿扮演快乐的丑角，一颦一笑中却是对父母最贴心的关怀，流露出人伦至孝的光辉。后世更以老来一比喻对老人的孝顺。护持印经协会就是帮助弘扬佛法，佛法能否久留于世和佛书经典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倡印经书、铸印经书、流通经书，对续佛慧命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护持印经协会即是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欢迎诸位大德踊跃加入会员，随喜功德。护持请洽各地中心、道场、讲堂、书房，或洽03-989-8686。中华印经协会，话拨账号19658482。大家好，我是台北林建议中医长李良廷。武汉肺炎在第一线的防疫医护人员以及大家努力之下，疫情渐渐的稳定了，更加受到国际的肯定。提醒大家，要恢复咱正常的生活的时阵，一定要更加落实咱的防疫措施。第一，定洗手；第二，维持社交距离；第三，咱唔好去碰到鼻啊、目睭、甲嘴。若是无法达保持咱的距离，或者是要坐公汽车，还是坐轮椅，请爱挂嘴安。在外面的饮食，也要注意适当的距离。如果若出现到发烧、咳嗽等症头，咱应该要挂嘴安，啊嘛唔通去坐公汽车、甲坐轮，赶紧去看医生。防疫绝对袂用放轻松，请大家做伙来守护咱健康的家园。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母亲节快乐。为了庆祝母亲节，万丹慈悲超度道场特别在母亲节这天传授八关斋戒暨礼拜慈悲三昧水忏法会，功德回向一切如母众生。我们一直执着我们今生的父母，其实每个众生都当过我们的母亲，但是有些隔了好几代我们就忘了。那所以说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法会，回向一切跟我们有恩当过我们做过我们父母的，好，我们都功德回向给他们，希望呢业障消除，离苦得乐。阿弥陀佛。爱之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其德之善缺，愿我出生离机遇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无法后修尽化以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成般他利无有眼见性，成全。爱之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其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离机遇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愿我无法好修尽化以毕生越过三游之大海，愿我能为众生传妙法，周周